丑，啊，为什么要给我一个大海啊？为什么要给我那个 PS 一个大海？游戏叫做武力全开，这电臀我特意去学电臀的。啊，这电臀舞，你在这看我直播扭屁股，你家人知道吗？男的，是你自己想的龌龊，你赖别人吗？对不对？我们说这个动作是电臀舞里边的动作，可是你偏偏就要想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所以呢？说中国舞也挺难学的。
是要继续看跳舞呢，还是中国有什么舞？56个民族，56种。哦，屁股这个电臀是从雷鬼变过来的。这是那个 Penny Stocking 的女警。还是那句话，请看上面一排红字。刷大宝剑，不房主才会乖，是不是想让房主乖乖的听你的条件？可以做到的条件，请刷大宝剑呀。为什么不给他画个皮肤？不信的话，现在可以，哪个朋友现在刷个大宝剑提个要求，我立马就给你做到，只要在直播中可以做到的要求。